Hello， 三千万来啦！你今天拿点什么？那个就是面粉，面粉就是不可以是做面包用面粉，是用一种粘米粉或者是各种糯米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洗脸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加点苏打粉，这样弄都是面脸。所以我对你说，如果你只是用苏打粉是不够理想的，因为苏打粉一看到水它就会溶掉。如果你苏打粉浸这个面粉一瓶一瓶啊，咁浸在搅匀咗之后，你就敷在个脸里面，哇，几分钟，唔好太久，大概一秒两秒就得了。哇，当你洗了，你看我脸刚刚洗了，觉得怎么样？我没有骗你的，真的真的，那个效果很好。他们说用苏打粉，我觉得苏打粉好就有好，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苏打粉呢，一看到水它就溶掉，就老了，粘不住你皮肤。如果我浸这个粘米粉或者哈糯米粉，哇，这效果很好很好。如果你用过就讲 very good。就是这个节道理，因为面粉呢它比较浓稠的，可以将那种苏打粉混在一起，当你湿了水了之后，它的苏打粉在面粉粘米粉或者是糯米粉的里面，那么它的浓稠呢很浓的，那你敷着湿一点水敷着个脸上，哇，当你几秒钟，哇，你看个脸刚刚弄出来怎么样，效果怎么样？很不错啦，又自己夸自己了。好，如果好的，给我一个订阅。OK， 拜拜。